小便不利而赤，自汗出，此为表和里实，当下之大黄消食汤。好，这个黄渤，好，阴沉之子，黄渤，好，还有这个黄芩，还有一位渤子仁，这几味药呢，诸位一定要非常了解它的药性，这样子的话，任何的肝病你都会治疗，好，都会治疗。阴沉呢，我前面已经讲过，你不要管寒热，去黄，所以你只要看到病人有黄，都可以用阴沉。栀子呢是肝、胆，哦的湿热，所以栀子因为湿热，它的栀子呢是比较寒性，比较寒的。阴沉呢去黄，同时能够去湿。好，黄渤呢这个药专门治膀胱不利。小便排不出来，膀胱发炎，黄渤。好，黄芩呢是治胃。好，我们有像我们的泻心汤里面很多地方用了黄芩，胃里面发炎的时候我们都会用了黄芩。讲到胃就是胃和十二指肠这个这一带。好，那人际脖子人，脖子人是通人际，是通利大便的。好，所以说你当你下手治疗他的时候，病人很虚，你用不是便秘又不是很严重，那你说老师我用大黄下去可能太强了，我用滋润的方法啊、哦、把它导出来，就好像久客病，久客病的话你一直在攻他，一直在攻他啊、哦、结果他变成黑痰。好，那脖子人就可以用，脖子人是肝胆方面很好的润肠剂啊、哦、润肠啊、哦、润肠剂啊、哦、这个。那你当你会使用这，当你知道这几味药的药性以后，好，我们现在举例了。有一个人来呢，胆结石。老师，你怎么知道他胆结石？好，第一个，右上腹，上腹这边很痛，斜了这边痛。第二个，胆结石痛很好玩，他会痛到后面去，痛到背后去，还有痛到肩膀上，从这边好放肆状的痛到肩膀上。然后你再查阳陵泉下一寸的地方，胆结石有。胆石点有压痛点，好，然后呢，你说老师，我再确定耳朵的胆囊点，你也可以查到有压痛点，好，那胆结石我们如果不开刀，怎么治疗？好，中医呢，柴胡，我们一般用的是四逆散的加减，好，柴胡三钱，黄芩消炎。好，黄芩三钱。那四逆散呢，我们会用到枳实，对不对？枳实就是食物的收水，好，用它甘草。好，一般四逆散。然后我们化消胆结石的时候，我们又利用两味药，一个是五倍子，一个是海金沙。这个字跟我们用治疗那个叫什么肾结石处方不太一样。那五倍子呢，它长的样子就像一个袋子，就是一些螳螂啊，一些昆虫类的东西吐出来的口水，好，就像一个像一个，好，以后到我诊所可以看到，就好结在树上面这样。那树长得像，它就结在树枝那边，讲就是五倍子，就很像胆。好，那有的时候呢，好，它是这个，比如说这个树枝、树叶啊，这样是树叶，哎，它就结在这个地方，就像胆一样，五倍子。那五倍子我们知道酸是不是入肝胆？我们知道五倍子很好，它可以把胆，它砰砰的一个泡泡的，像一个气球一样哈、哦。那我们五倍子入药之前呢，用醋黑醋炒过，因为你醋一炒过酸嘛，酸味入肝胆，一下子好，海金沙你可以把石头清出来，好清出来。那你。
有一种情形呢，好，刚刚我们刘医师我们 提醒我们，他总胆管呢，像你石头比较小的时候，一般他们西医呢把胆拿掉，胆拿掉后胆囊还是有胆汁到这边来。这种状况我有没有遇到过？有遇到过。我有个病人呢，好，就是在网络上写我你只能活两次那个病人，他在20岁的时候出个车祸，就是他骑摩托车，这个人很疯啊，骑摩托车在山上，在这个高山坡上面跳来跳去，结果不幸飞摩托车飞起来，前面个大树就撞上去，撞上去了以后，他身体整个撞上去，他说我脾脏也破裂了，胆也破裂了，意外车祸，当时呢就把他脾脏拿掉，胆也拿掉，这40年以后呢，肝硬化。好，肝硬化，他两次肚子腹水肿大，我把他救回来。好，他就是胆没有。所以如果这个胆道还是通的，好，当然有的时候他整个把它切掉了，只有胆囊管这边。有的时候胆道还是通，你没有胆的，胆道还是通的，那以后会不会还是会有问题的？他这个也是一个案例，他大便都很好啊，但是还是一样。好，所以如果说有个袋子，胆囊在这边的时候，有个袋子在这边的时候，可能一定有它的功能在里面。好，那比如说这个袋子胆汁分下来，在停留在这个袋子里面，对不对？需要用的时候慢慢喷射出来，不会说一直从肝里面直接喷到舌子上去，有缓冲的作用。好，缓冲作用很好啊，当你有咀嚼食物，有食物消化的时候，它就排出来，没有的话，速度会减慢下来。好，顺着你的身体来调整，这一定有它的功能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处理胆结石的处方，好，一般就是这样。那很痛的时候，下针，好，下针，针一下去，好像你下胆木日月，好，胆的胆书背后的胆书，那我们治疗胆的话，一定会好像那胆经上面的胆结石点，好，都可以下针，好。这里呢，如果腹满，小便不利而赤，腹满的肚子里面都是湿啊。小便又出不来，病人有自汗出，只为表和里实堵到了，大便堵到了，好，这个都是热症嘛，好，小便不颜色非常的深。我们在治疗里实的时候，如果肠胃里面结石，好，这里呢讲的是热，里面一结石有热的时候，小便都是颜色会比较深。那你把它清出来以后，你说老师他吃药吃到什么时候？吃到小便颜色变成淡黄就好了，然后腹也不满了，黄也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好了。好，胆发病很好玩哦，晚上11点到1点，好，这2个小时呢，子时，胆留住的时间，所以一般胆11点半12点钟突然发病，好，所以我常常笑老外啊，我说你这个如果真的有 vampire 就是那个美国人讲吸血鬼啊，你把他胆拿掉，因为 vampire 都12点钟醒过来的嘛，那个 grandpa 那个钟啊敲12点的时候，你把他胆拿掉，胆结石拿掉，他就不会醒过来了，哦，很准时，所以这个 vampire 这个吸血鬼一定有胆结石，很大，可能很大哈。很准时的醒过来，那这个呢，是因为它整个堵在肠子里面，好，肠子里面，你看它的处方，大黄和芒硝大家都知道了，就是攻坚，因为会用到芒硝，就是里面大便变成干燥的燥湿在里面了，会用到栀子，代表是肝胆的湿热，会用到黄柏，代表膀胱里面小便里面好有发炎，好，所以说这种黄疸的腹满呢，都在下焦的地方，小便不利而赤。一般来说都会有痛，是就红色，而且会有痛。好，小便你只要不顺畅，有发炎，尿道有发炎，膀胱有发炎，都可以使用黄柏。好，黄柏。好，那大黄根我刚刚讲，这个是祛湿，这个是好把打散掉。好，那这四味药呢，有6碗水煮2碗，好就可以吃。好，所以说。这个处方看了以后，大家一定可以了解到，这个是遇到肝胆的湿热，还有膀胱的湿热，同。
通通可以使用它。比如说有一个人来找你，哎呀，我这个大便排不出来，几天没出来，一个礼拜没有出来，你有没有放屁啊？我屁都不放一个，那大便到时堵到了嘛，屁都不没有一个。小便什么颜色了？黄色。嗯，这个很黄哈，哎，这个看起来像大肠结肠。他说医生啊，我小便不出来，大肠结肠小便还是出来的、啊，小便排不出来。我们知道是膀胱的结热结石，也是这个处方。还有一个是肝胆的结石，也是湿热，也是这种处方。好，所以大家要知道栀子的功能，就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使用栀子。好，这里呢提到一个重点，小便如果变色，变成赤色或者很黄、暗黄色、深黄色，我们知道里面有热在里面。现在这黄疸病全身变成全身发黄啊，小便颜色也是正常的，没有变。欲自利腹满而喘，不可除热，这种就是里面只有寒，只有湿，无热。有热的时候你可能便秘，有时候大便好，有时候小便变黄，小便其他都很正常，但是腹满、胀满而喘。那这个小便颜色并没有好，小便正常，代表说大便没有堵到，也没有，只是有湿在里面而没有热，好，没有炎症。那这个时候里面是寒，你不可以除热。我们除热的药呢都是寒凉的药，所以说你如果说遇到病人以为是黄，你看这个人发黄，对不对？你没有问他小便什么样的颜色，你瞬间就开了一些栀子啊，哦，黄芩啊，哦。这种寒凉的药下去，好，结果呢，病人呢除掉热，一除掉以后，你去除他的热，你开寒凉的药，病人会睡，就是打嗝，打嗝。那这里的打嗝呢比较轻，好，这个睡呢是小半夏汤就可以好了，睡就是打嗝，胃里面有水，好，胃里面有水，小半夏汤呢，好，诸位呢用生半夏，好，好加生姜，两味。哦，生两片，好，那这个是因为你去除它的胃热造成的，哦，还有一种睡，就是病到末期的时候，不管是胃癌、胰脏癌、肝癌，到后来的时候，胃气要将绝的时候，都会看到睡症，睡症就是不断的打嗝，你无法控制，就而且很规律的一直打嗝。打嗝到怎么样？没有元气的他都还要打嗝，他无法没有办法控制，好，这都没多久就要好就会走人了，好，这是睡症，睡症也代表胃气绝，这里没有那么严重哈，没有那么严重。这里呢，诸黄腹痛而呕者，以柴胡汤。好，现在开始他订立了规矩，张仲景呢，他说，只要有黄症。好像我不管你是B 型肝炎、C 型肝炎、肝硬化什么，有黄症，腹痛而呕者，最主要是恶心、呕吐。这个腹痛呢，大部分应该是胸胁苦满，就是你肚脐在这边两个肋，就是、胸胁苦满。好，如果是有腹满、肚子痛，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加白芍。小承气汤里面加了白芍跟枳实以后呢？就变成再加大黄，就变成大柴胡汤，对不对？这是变成大柴胡汤，好，这是大柴胡汤。那小柴胡汤的加减非常的广泛，好，现在我开处方给你看。好，这个处方呢，你看我就很好，我就会不会去逼你去背哈，你开多了也会了嘛哈。柴胡，好，半夏，好。黄芩、党参，用人参，原方用人参。好，我们这里用党参。黄芩呢，三钱。好，炙甘草、生姜两片。好，大枣十个或十二个都没有关系。好，这是小柴胡汤。那我们用小柴胡汤做加减的时候。怎么个加减？
遇到肝炎，一般性的肝炎病人发病的时候，哇，急性肝炎，全身都黄的，好、哦，我们用郁金，好、哦，龙胆草，哦，前面介绍过，郁金可以去血里面的热湿热，龙胆草是加强这个清除肝胆里面的湿热。那如果黄的很严重，哦，黄的很盛，诸位可以加茵陈、三钱。那如果便秘呢，加大黄，好三钱。像你处方量比较多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九碗水去煮成三碗。好，那病人下去，如果他有干呕，干呕的时候，你一看，糟糕，这个舌苔是白的，好，舌苔白，里面是胃寒的，你可以加吴茱萸。好，后面会有吴茱萸汤，我会跟在诸位再介绍。好，吴茱萸干姜呢，专门指胃寒引起的恶心呕吐。好，吴茱萸，尤其是肝脏，肝脏发炎的时候，肝肿起来会顶到胃，中医叫木克土。所以肝病人胃口恶心想吐的时候，吴茱萸呢是很好的一个止呕的药。半夏的止呕跟吴茱萸的止呕不太一样，吴茱萸呢比较偏重于肝胆方面的。好，当你有热的时候，可能有阴虚，所以吴茱萸能补肝的阴虚，好，把阳好叫回肝脏里面。半夏止呕的时候，大部分是因为水，还有痰，痰在胸腔里面，在胸膈上面，或者是水在胃里面，好，我们会用半夏去止呕。好，所以说两个止呕稍微不太一样，好，稍微不太一样。后面我们介绍吴茱萸汤的时候，再跟诸位详细介绍。